輝電視發牌呢件事咧，發酵到而家三個禮拜啦。咁啊，各方面嘅道理咧，相通，相信咧大家都聽得唔少。咁例如咧，就係話究竟政府有冇搬到呢個龍門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做決定嘅時候，係咪一定要聽下邊呈上嚟嘅報告咧？咁嗱，中聯辦遊說議員同埋干預香港之間，大家點理解咧？咁啊，大家聽完呢啲理由之後咧，今日我想同大家整體嚟講講咧，就係、是。大家研究下，究竟我哋因為呢件事件之後，香港嘅管治啊，會受到啲咩新嘅因素影響？條路會唔會越嚟越難行咧？咁個題目咧就叫做電視發牌就疑雲生，立會辯論就民怨增。本來希望咧通過立法會辯論之後咧就可以即係有啲溝通啊、疏導嘅作用，但點知啊，而家咧好似咧啊越辯論咧就嗰個就大家咧相當之越嚟越怒氣。咁啊，四位台上講者咧分別介紹下，喺我旁邊嘅係自由黨主席周梁淑怡女士，歡迎你周太。旁邊咧就施永青先生，係 AM730創辦人及主席，多謝你啊，先生。旁邊咧係游青源先生，時事評論員，歡迎你。咁啊，喺我旁邊咧就係余若薇小姐，係公民黨主席，歡迎你。有三間學校係應邀出席嘅，分別介紹下咧係聖母玫瑰書院嘅老師同埋同學，歡迎大家。咁啊，旁邊咧係賽馬會官立中學嘅老師同埋同學，歡迎。咁啊，仲有咧就係張振興抗禮書院嘅老師同埋同學，歡迎大家。好啦，咁啊，想請教四位啦。就今次發牌事件咧，就係咪真係好似有啲人咁講，係衝擊咗香港嘅行政主導同埋行政會議嘅保密制度咧？咁嗱，大家又點樣平衡呢啲咁嘅所謂制度與成個政治民情嘅求知呢一點去做一個恰當嘅做法咧？可以點行咧？大家有冇咩睇法？邊位有興趣先？我想我講先啦，似乎我好似可以客觀啲啊嘛。咁咧就其實我覺得咧，成件事咧就呢一次係好總爆發。總爆發咧就突顯咗就唔係衝擊，我突顯咗成個行政主導嘅問題。好多人都搞唔清啦，行政主導咧以前咧即係問責制之前，2002年問責制之前咧，即係行政機關主導。而家咧就係行政長官主導，咁呢一次咧就好突顯到咧一男子方案嘅問題，即係一個男子嘅方案嘅問題嚇。咁我自己覺得成件事咧就係好明顯反映到咧喺梁振英領導底下嘅特區政府咧，就應該點講咧？打個比喻咧，就係佢好容易將一粒暗瘡變做痔瘡。跟住將一粒痔瘡咧就變成一個 cancer， 咁即係好多嘢咧都係大家睇翻啲例子知嘅啦。由呢、這個梁振英梁振英咧呢、這個即係當政初期呢個國民教育咧推動嗰度咧，已經睇到咧原本係關於一本小冊子嘅問題，咁後屘咧一路咧。就燃燒咗個幾兩個月咧，就變成一個大毒瘤啦。咁啊，去到呢、這個甚至無好似話堆填區擴建堆填區呢個問題咧，如果你俾翻啲 AO 做，啲政務官做，或者係用翻以前個所謂制度理性，或者所謂由下而上嗰種程序公義，我諗周太會好熟悉嘅呢啲，咁咧都唔會好似搞到後尾咧就尾大不掉。咁呢一次咧就更加之明顯反映到咧，就係話本身件事咧，似乎由通訊管理局嗰份文件咧都好充分反映到咧。我諗係無論係啲法定機構啦，或者係公務員嘅秘書處啦，各方面咧，似乎同行會，其實大家誤會咗嚇，嗰、那個係叫做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基本上都係特首睇住嘅，咁所以都係一男子睇住。如果你問我咧，就成件事反而睇到咧，就個制度已經去到一個咧，我哋好突顯到一個人去揸曬主意嘅問題。好，咁啊，究竟有冇衝擊到呢個問題咧？因為我哋呢件事情發生咗之後，好多討論噶嘛，係咪衝擊咗佢咧？有未？其實首先我想講咧，基本法本身咧係冇講到行政主導呢四個字嘅。如果你睇翻當時喺1990年頒布基本法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嘅姬鵬飛主任咧係有提到特別講到行政立法嘅關係嘅。佢用嗰八個字咧，其實係相互配合同埋相互制衡，就唔係講行政主導嘅。
嗱，即使你話誒唔緊要，咁我哋都係行政會議或者係嚇呢個行政長官係嚟做主導都好啦。咁你都要以理服人噶，你唔可以話我有權我就橫行噶嘛。因為你睇翻佢成個制度，今次發電視牌。你根據個法例，佢先係由當時係廣管局，而家叫通訊事務管理局啊。咁佢做個建議上嚟，其實係2011年7月嗰時做咗建議。咁一路以嚟公佈俾大家，呢個好緊要嘅。你政府做嘢咧，你用翻梁振英嘅説話，佢開誠佈公啊嘛，係咪？咁佢話俾人聽嗰個政策係乜嘢咧？佢就話係不設上限嘅。嗱，咩叫不設上限呢？即係如果你嚟申請，你符合個條件，咁我就發牌俾你。但是如果你突然間去到宣布個決定嗰日，先至話俾人聽，原來我仲有一個準則叫做循序漸進。大家要諗下循序漸進同埋不設上限咧，其實係相反嘅。因為咩叫循序漸進咧？即係喺某一個時限呢一個時段嘅時候咧，係有上限，咁先叫循序漸進啊嘛。你話如果我睇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咧，就不設上限。喂，咁呢個係語言。藝術啊嘛，係嘛？即係你點可以話俾人聽話？喂，你申請咗之後，我十年可能俾你，咁唔得噶嘛？我準備我而家得啦，我嚟申請，你不設上限。你話而家唔係，原來我喺呢個時段係有個上限嘅，咁你真係呃咗人啫。咁如果你行政主導，你唔係以理服人，咁人哋一句你呃人，你解釋，你又唔解釋，咁你唔可以話人哋衝擊你嘅行政主導，係你嘅自己自殘同埋自己自毀長城咯。好，唔該曬。好啦，咁啊，周梁淑怡係咪衝擊咗我哋嘅現有嘅制度咧？其實咧，各位，其實周太發言啊。其實我係同意你嘅講法嘅，謝志峰。我覺得今次行政主導咧係被衝擊嘅。邊個衝擊佢呢？係特首同行政會衝擊咗佢咯。因為點解呢？其實我哋自由黨咧係支持行政主導嘅，因為我哋認為咧，如果一個政府佢能夠咧真真正正咁樣好適當運用佢嘅權力，能夠咧係充分咁咧係廣納市民嘅意見，係參照市民嘅意願。而他是用他的權作出一些是很符合公眾利益的決定，然後呢、就是、跟著來行事呢，這個呢對一個整個地方的有效管治呢是好的。因為即我們或者我不是很同意余若薇說，即是樣樣東西，喂行政那裡做一些事，我們又要拖回他的後腿，又要他怎樣。我同意立法會是有個制衡的作用，但是始終個主導是應該由行政行的，因為它是做事的那個機構來的。但是剛才才啱聽，現在跟著不啱聽了。我要告訴大家聽，就是今次呢我未必是說一定很同意說搬龍門這件事。因為呢它雖然說是牌是不設上限，但是不是表示行政會一定要照單全收。如果他有一些很好的道理是為了公眾利益的，他是絕對可以作一個更明智的決定。可惜他今次呢是沒辦法說服到任何人，所有市民也好，立法會也好，甚至政府裡面內部也好，他說服不到人行政這個決定呢，行政會這個決定呢是一個明智而是為公眾利益最高、最有智慧的決定。說服了很多立法會議員，好像。這個我們一會再談吧。好啊。但是呢，所以我覺得呢，就是很多時候呢，我們現在即討論的焦點不是說他現在決定發三個牌定兩個牌定，就是說循序漸進那樣的，而是為什麼他既然說了市場不行，一定是要循序漸進發兩個牌，為什麼是不發給王慧基？這個呢，我覺得他一定要解話解得清楚，他猛話嘛。那天我聽得很清楚，特首說了四次，在二十分鐘裡面四次說沒有政治考慮。如果他是純粹以市場的考慮，你不能夠服到眾，沒有人信今次是因為市場，因為財務，因為他有錢，他不是沒有錢，他有能力，那為什麼你是要不發給他呢？我覺得這個是那個問題的結晶。
OK， 後面呢位白衫先生，我哋做緊節目嘅時候咧，你唔好行嚟行去好嘛？你會好滋擾我哋做嘢噶，唔係個成個台唔係淨係我喺度主持嘅，導演喺度主持緊嘅，要阻住佢攞機位啊，唔該，好嘛？好，蕭青 ，OK， 就我哋睇問題咧，就唔係淨係睇表象，要睇事情背後發生咗啲實質咩問題，這個電視發牌呢，上一任政府呢已經卡住了，所以就一早預期是有問題的了、啊、那問題是不是純粹在特區政府或者梁振英身上呢、啊、我認為政府蠢到極、啊、都不可能不明白、啊、民情的、啊、譬如我作為一個普通人呢都好容易感受到嘅，咁點解唔發牌俾王維基呢？嚇、啊，咁我自己認為咧係有政治考慮嘅，嚇、啊。咁呢個政治考慮喺邊度咧？嗱、啊，我自己睇咧，香港回歸之後咧，嗰、那個政治嘅發展咧係相當之複雜嘅，各派勢力咧都喺處。透過傳媒咧，係爭取個話事權，即係邊一啲人說了算。嗱，呢度咧就維園阿伯好似大聲啲，但係喺傳媒上咧，主流傳媒咧就泛民嘅力量咧就更加主導啲嘅，所以中方咧喺某種程度咧，我覺得佢自己覺得。在話語權上咧係處於劣勢嘅。嗱喺咁嘅情況下咧，佢就對於嚟緊嘅發牌啊，或者真即係俾一個渠道發聲嘅渠道出嚟咧，佢係非常之謹慎嘅，即係死都要守住噶啦。因為你睇成個世界啦，如果你話有咩戰爭啊，話第一個要攻佔嘅咧就係電視台、電台。嚇、啊，仲緊要過總統府嘅嚇、啊，就係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就係因為有個電台咧，飛彈都可以射錯嘅嚇、啊，可能係射中多過射錯嘅。咁咧就呢件事咧，我認為咧就即係政治因素嘅考慮係好多嘅，即係為咗呢個考慮咧，不惜要即係特區政府。同埋行政局而家好似唔係你唔係噶啦嚇，就係要做醜人，即係阿劉淑儀都講得好清楚噶啦，就係、是、守住呢、這個，即、就、係、是、希望掌握多啲話語權。這個、呢個咧就係而家嗰個香港嘅政治或者傳媒嘅生態環境所造成嘅。呢、這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好，唔該曬四位，我哋休息陣間先啦。啊，第二節翻嚟繼續討論個嚇，唔該。我要控制喺現場秩序先。我唔想做節目期間有人行嚟行去，因為啲導演係攞唔到鏡頭嘅。第二，唔好喺我做節目期間裏邊咧，噥一聲爆一兩句説話出嚟，人身攻擊也好，對評論也好，陣間到你講嘅時候講，大家可唔可以守呢個秩序？如果可以咧，就繼續落去；唔可以咧，再犯嘅咧，我要執行紀律㗎啦，好嘛？我唔理你係新嚟嘅、舊嚟嘅、相熟朋友、唔相熟朋友。道理就係要大家守規矩，一句話啫，好嘛？唔該。我抗議啊！你抗議乜嘢？你抗議乜嘢？我點樣偏幫泛民？你講清楚，輪流人講嘢，我有咩評論啊？係係。嗱，阿榮哥，你都係老朋友啦，好嘛？你大家控制下自己嘅情緒。如果你係咁樣一路喺度，我做緊節目嘅時候，嘣一聲，嘣一聲啦，我唯一嘅辦法就係請你離場，好嘛？你唔好逼到我行呢步啦，好嘛 ？OK。我唔好斗。我咧就唔聽個講者講咩痔瘡，嗱我成日生痔瘡，你撩起我呢個沉默嘅嘢咧，我攞嚟攞嚟。嗱呢一個咧，嗱呢啲咧，呢啲咧好邊緣性嘅説話。我唔理呢一套啦，總之呢啲咁嘅粗口咧，唔好講啦。痔瘡唔係粗口，係一種病嚟啫。痔瘡係粗，唔係粗口。我話嘅痔瘡係粗口嚟嘅咩？不過咁，我亦都想大家咧
就做比喻的時候咧，就做得比較文明少少啊，唔係話你剛才唔文明，不過可能係即係用語言方面咧，大家即係顧及下大家嘅感受咁解啫，好嘛？好，好啦，我哋繼續節目。好啦，剛才咧就阿施永青先生咧就好明確咁講到啦，以佢嘅經驗同埋佢嘅睇法嚟講咧，佢覺得咧今次嘅事件咧係有政治嘅考慮嘅，因為原因咧就係傳媒非常之重要，電視台尤其是。好啦，咁就再到落到嚟咧，就大家就會即刻睇到啦，就係究竟係咪真係西環喺度發緊功咧咁嗱，就有好幾個議員啦、辯論員出嚟都講啦，係咁啊，即係各方面駐港機構都同我揾個傾個偈。不過咧，就係純粹交流意見啫，冇咩壓力嘅。好啦，大家咁講嗱，老實講，即係大家香港頭上掛支五星旗，大家知㗎啦嚇，係佢嘅主權控制範圍。佢對香港有啲嘢，如果覺得真係有啲唔妥當，要表達一啲睇法嚇，希望咧游說一啲議員咯。咁呢個做法恰唔恰當咧？我想回應一下施生的講法先。好，即係我 yes and no 嘅，即係我都同意係政治問題，但係一個時序咧，就我覺得比較奇怪嘅，因為一直之前咧就傳就2015嘅，一路傳就2015啊乜乜乜嗱。如果用施生嘅講法有政治考慮咧，就好想而家咧就發啲牌出嚟咧，就可能係爭取話語權啦嚇。咁照計，如果爭取發俾嗰兩間機構嘅咧，個話語權都幾明顯噶。咁咧就我又睇唔到一個動機咧，就好明顯咧喺呢個時間咧，要突然間咧明知如果唔發俾王維基，而有一個咁嘅爭論，我唔知道研判係咪即係低估咗啦。但係點都會有爭論嘅。喺呢個時候節外生枝，究竟係乜嘢嘅政治考慮咧？嗱，呢個係一定要諗嘅。第二個時序問題就答翻你頭先講話西環有冇干預嗰個問題咧？如果你睇翻個時序咧，最初有個人叫謝偉俊，最初謝偉俊咧就係有簽，即係個廿幾人一齊聯署咧，就話要三個牌。佢亦都咧就贊成咧運用特權法嘅。咁啊，但係臨尾啊臨門一腳咧，佢就即係投咗棄權票啦。咁好明顯，佢都話因為同西環傾咗，即係根據佢嘅版本。啊，仲有另外一啲議員都講過啦。咁會唔會喺個時序上咧，西環喺某段時間就比較要企出嚟即係遊說啊，或者干預啊呢啲咁嘅字眼會出現咧，或者啲功夫要做咧？似乎如果睇時序就有呢個問題啦。但係如果睇呢件事本身咧，我諗都唔使考慮啦，係咪干預就？因為實在太明顯啦，即係只不過分別咧，就好似一篇文章講咧，明人不做暗事，即係張曉明咧，而家唔做暗事啦，啊，咁咧就開始咧就正正式式咧就走出嚟做嘢啦。咁我諗咧呢個就好清楚咧，就講咗俾大家聽咧，喺西環喺呢件事上面咧，就更加之積極，因為實在個政府太弱啊嘛。OK， 好啊，蕭永青，我自己睇嗰個時序或者個轉變係點樣產生嘅咧？啊，即係呢件事咧就可以喺兩個層面上去睇嘅，純粹係發牌，單從發牌嘅考慮咧，我自己認為咧係應該發俾王維基個電視台嘅，即係單獨從發牌嘅角度嚟講，係冇理由或者冇足夠嘅令到民眾接受嘅理由唔發俾王維基嘅，所以你睇到咧。即使是一些建制派的議員或者一些傳媒都有向政府施壓，要問他，要他有交代。但為什麼後期變了呢？就是事件的發展呢，從發牌問題去到變了是，即是挑戰特區政府的管治地位的問題，即是變成你那個發牌權原本是行政會議決定的嘛，行政會議是有這個權，亦都當然你說他有這個權，他應不應該在發牌的時候考慮到民眾的需要呢，民眾的認識呢，我認為是最好是解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現在的反建制力量呢，亦都借這件事呢發展到呢是
差唔多要嗱，即係其實唔止淨係呢件事嘅，總體嚟講咧就係要梁振英早日下台嚇。如果我個人咧，如果純粹從西方嗰個民主制度嚟講咧，一個領袖啊或者選舉出嚟嘅領袖遇到咁嘅情況咧，最好嘅方法梗係重選去建立自己嘅威信啦嚇，建立自己嘅認受性啦。但喺香港現實咧，而家仲係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嘅中央政府下面嘅特區，佢哋未曾習慣用呢種遊戲規則嘅，咁變咗當你係要挑戰佢嘅管治地位嘅時候咧，佢嘅自然反應咧就係盡一切努力去保護呢個地位，所以佢變咗而家就唔係話發唔發牌嘅問題啦，就係變咗要唔要維護行政會議嘅權力，要維護中央對特區喺呢個發牌問題或者牽涉到政治話語權嘅問題上，佢嗰個願唔願意讓步嘅問題。我覺得呢件事咧係中央唔肯讓步所造成嘅結果嚟嘅。好，唔該曬，周亮世爺。其實咧，其實你睇下嗰個時序啊，你睇睇個時序咧，我感覺咧就係所謂叫西環干預咧，喺呢一個行政會作出決定，同埋佢出嚟即係蘇錦良喺度講嘅嗰陣時咧，嗰度冇乜干預，冇乜干預，即係好嗱，係咪你睇睇啦？就算報紙啊、左中右啊咁樣樣，都係話叫政府出嚟交代啊各樣嘢。幾時開始聽到話有西環去遊說喎，同啲議員好奇怪一樣嘢啊，冇嚟自由黨同議員遊說，點解咧？因為咧，我哋老早已經講咗，我哋將會點樣樣支持乜嘢嘢。咁但係咧，其他嗰啲唔係嘛，咁建制派佢梗係盡量遊說。咁喺我哋嘅情況咧，就好得意嘅，香港嘅官員、港府嘅官員咧就有遊說嘅。嗯。但係咧就西環就冇遊說，咁即係呢個咧可能就係見到我哋嘅立場啊。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你當你即係作為一個立法會嘅時候咧，個困難就喺呢度啊。即係立法會佢要知道一啲嘢，當行政嗰方面唔交代得好，咁好多嘅市民咧有個好大嘅壓力，要知道多啲。咁邊立法會咧？佢事實上佢係有呢個特權，係可以去知道多啲噶嘛。咁變咗你話作為立法會議員，企喺佢後邊就係市民。咁你叫佢永遠，譬如逢係立法會，如果用特權去即係要求政府要攞啲乜乜乜出嚟，而政府又唔肯攞喎。咁嗰陣時，咁立法會又唔引用得特權法啊？咁咪俾即係咪就自廢武功？即係市民都自廢為武功，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其實你話即係西環就好啦，或者係即係中央政府都好啦，即係希望佢哋要明白，唔係話成日咧去攞一啲資料就係一個憲制嘅危機咯。嗯、即係而家有個感覺就係好似將嗰樣嘢咧升到咧，逢係你話要攞政府啲嘢，政府唔肯攞出嚟，你去攞咧就憲制危機，咁又唔得掂啊！咁立法會咪？永遠都即係冇辦法可以聽市民聲音咧，嚟到運用佢哋應有嘅權利咯。好，唔該曬。依家咩？其實又係先要講翻基本法啦，喺22條講明嘅，即係你中央駐港嘅機構咧，其實不得干預香港內部嘅事宜。咁當然啦，你話發電視牌，自然係香港內部嘅事宜啦。即使你話用特權法，頭先啊周台講得好清楚。因為頭先我亦都講咗，就係姬鵬飛主任係提到基本法個設計嘅時候，係行政立法係相互制衡噶嘛。咁如果你行政會議做一個決定，係大部分70-80%嘅市民都唔接受嘅，咁市民梗係要求解釋啦。咁你作為議員，你梗係要求政府提供解釋同埋提供文件啦嚇。咁同埋你，我覺得今次你大家睇到咧，你話頭先阿劉青源話明人不做暗事嚇，你睇到呢個左派嘅報紙咧，其實好大標題噶啦，即係已經署名嘅文章話，喂，佢話我捍衛基本法係天經地義。咁你每一個條文都係牽涉基本法噶啦。如果你話捍衛係天經地義話，咁你西環乜嘢事你都可以介入。同埋你話個問題係呢個係交流啫，唔係干預。咁我想大家其實睇翻遠少少噶。
因為大家如果記得咧，每一次選舉咧，其實都有好多呢一類嘅消息。你睇到咧，西環咧，其實係幫好多人擺平啊，勸喻某啲人唔好選啊，或者幫人做裝腳啊，幫人拉票。咁其實好簡單啫嘛。到佢需要佢個票嘅時候，咁啊自然會啊有西環嘅人嚟你講啊，佢可以係好温柔咁同你講嘅，一啲都唔係威嚇性嘅。咁但係好簡單。呢、這個咧，我想大家留意咧，就真係票債票償嚇。佢、啊、選舉嘅時候幫你，然後你要投票嘅時候，你咪要聽翻佢之敵咯。周太都，我諗感觸良多啦。好，唔該曬，咁啊又休息陣間先嚇。好，請學校發言。大家好，我是來自聖母玫瑰的學生。謝偉俊曾經稱說，他認為在發牌的時候要考慮到中港關係、整體政治環境等各種因素。各位嘉賓認為王維基是因為什麼政治因素而死的呢？ OK， 好啊，可能施永青先生剛才都有略作解釋，待會我們聽其他朋友的發言一再回應好嗎？請。大家好，我是來自賽馬會官立中學的學生。在早前的權力及特權法的議案的投票中，當中譬如葉劉淑儀、李慧瓊等人，他們都是行會兼立法會的成員，而他們都有份參與投票，但這樣會不會影響了投票的公平性，而他們是否應該退席呢？ OK， 好。另外一間學校，主持四位嘉賓好，我想問在座四位，其實就今次電視發牌而引用特權法公開行會的會議保密的內容，我想問其實政府的政策有沒有可能滿足那麼多的持份者、那麼多人的滿意的期望，那可不可以確保日後政府施政在不合乎民意的時候成為特權法是成為了動搖政府的施政的工具呢？ OK， 好，那就民建聯，好，請。大家好，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政府在今次解釋的件事的來龍去脈或者理由方面做得不好，大家理解，但是要用到特權法去查行政會議裡面的會議內容和文件，去破壞那個行政會議的保密的制度，這個我就反對。因為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就是要保障那些成員在開會的時候或者處理問題的時候，他可以免受公眾壓力地去暢所欲言。如果一日沒有了這個保密的制度的時候，日後人人去講的時候都是不敢講，窒住，對日後政府做任何的決定，理性的決定的時候都未必一定有好處。那我覺得同埋事情已經進入了一個司法覆核的階段，其實即管是不是應該看看交給法庭去處理，是不是政府在這件事上有做錯的情況。如果政府是敗訴，可能整個事情政府都要重新考慮那個發牌，是不是應該這樣去處理，而不是用特權法去查去破壞那個行會的保密制度呢？是，多謝，多謝。好，自由黨。大家好，我是自由黨宇建中。自由黨一直以來都是支持增發第三電子牌照的，並不是因為任何的政治原因，我們希望維護香港既有的營商環境。香港賴以成功是自由經濟，我們是要求有競爭，有競爭去決定誰是成功者、誰是失敗者。我們希望政府可以繼續維持這個因素。第二，我們希望政府不要亂地搬龍門。如果就算是前朝遺留下來的一些政策，第二屆的政府都應該有責任去繼續執行的。我們如果作為一個營商者、一個投資者，如果營商環境政府是會亂地搬龍門的話，試問我們哪有信心去投資呢？香港又怎樣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啊？多謝各位。自由黨。各位民主黨的柴文翰，其實民建聯說得很有趣，周浩鼎說行政會議的成員就怕他受壓力，所以要保密，我就不知道他在哪裡看回來的。我看這麼多香港政治的刊物啊、法例啊，完全都沒有講到有關的問題。可能他或者解釋過，台上面嘉賓又指正一下啦，令人很奇怪。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今次很明顯就是中聯辦干預特區事務，違反基本法第22條，中央人民政府核下各部門不可以干預香港事務嘛。所以為什麼還說中聯辦是沒有問題，為什麼大家還可以忍呢？好，唔該，城邦學社。城邦學社曾卓文，點解共黨就忌阿王維基振興香港電視業呢？皆因電視係民眾文化嘅表達，
是香港帝國的巨大力量。九七之前，香港電視劇用本土觀點形成社會議程，產生文化英雄，征服亞洲。香港城邦文化是向外擴張的大帝國。好，唔該曬。後面嗰位女士，係緩起動吉記，問公民黨嘅發牌有政治考慮，有乜嘢問題？是否阿蓋達嚟申請電視台都要批？傳播媒介在任何的國家都是一種政治的工具，難道泛民沒有利用到傳媒來做這個政治工具嗎？好，麻煩愛港力。是，我是愛護香港力量的阿基拉。我想問余若薇，她說不發牌給王維基是涉及不公義，她的黨友毛孟靜破壞中港家庭權序，這些不公義的事情為何他不指責？好，麻煩公民黨。我是公民黨的代表余德寶。行政會議操控了香港的電視機，綠葉的聲明是解釋不到發牌不發牌的原因，什麼惡性競爭，什麼國喉式的破壞，我通通看不到。我只看到獅子山下的精神，我只看到有競爭才有進步。一向強調兼聽的行政長官今次再一次充耳不聽，人民的聲音他聽不到。我想問一下特首，幾時再聽民意？幾時還我哋電視機？多謝。好，唔該。白色衫嗰位，係主持好啦，各位嘉賓你哋好啦。咁其實我都係一般市民啦。咁其實市民都係睇電視機大啦。咁其實呢一次嘅事件咧，我覺得咧政府好似帶住市民咧過山車咁樣。本身話會發牌嘅時候，我哋好開心。而家話唔發牌，其實市民係好傷心嘅一件事。咁其實究竟嚟緊嗱，而家權力及特權法係唔通過啦。咁嚟緊政府其實可以做啲咩嘢？各位嘉賓會有咩建議？政府仲可以做啲咩嘢挽回翻市民嘅信心咧？而市民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唔該曬。黑衫嗰位。嗱，我要駁一駁謝偉俊，佢做一個律師，佢好清楚乜嘢叫 face strong unreasonableness， 同埋呢個 legitimate 合理期望。佢作為一個律師，佢竟然咁樣講嘢，我真係好失望。第二樣嘢，保密法係唔係法律？行政會嘅保密唔係法律，特權法先至係法律。如果當行政會係黑箱作業，特首一個人黑箱作業嘅時候，我哋作出咁違反呢個民意同埋呢個兩個報告嘅咁樣嘅決定嘅時候，我哋應該支持用特權法去徹查呢件事，唔好再俾行政會俾一個人操作。唔該曬，好。嗱，台上頭先嘅嘉賓都講過啦，謝偉俊啊，自己啊，你諗諗呢個人啊，佢連提出自己嘅議案啊，佢都可以唔支持嘅。喂，佢咁都可以走得甩？同某啲人啊，選完立法會之後唔認自己個黨有咩分別啊？嗱，仲有講翻個正題先，嗰、那個立法會用 PMP 呢個權力及特權條例，郭榮亨嗰個動議係已經温和啲，令到好多啲所謂建制派都可以去投票支持，包括好似自由黨、好似林大輝，佢哋都可以支持。喂，但係點解有啲民主派係竟然唔支持，話自己係宇宙最大嘅民主派 ？OK。首先呢，我是譴責美國迪士尼 ABC 台呢發出這個殺光中國人這個言論。嗱，這件事呢，我們今天都會在銅鑼灣 Times Square 呢舉這些牌的。你說回這個是關於傳媒的操守。你說回我們的主題是吧。我就想說呢，我們發牌呢應該考慮那個持牌人呢是個人的操守和品行，因為這個是會影響下一代的。嗱，王維基先生呢見到女性胸部呢，他忍不住會問別人真還是假，你們可以 Google。咁支持佢嗰個人咧，亦都係偷註冊人哋嗰、那個小心你嘅言論睇有冇誹謗成分啊？因為冇冇冇，打官司㗎。ATV 嗰個亞洲小姐選舉嘅時候咧，佢對住個女人就問你個胸係真定假。咁我覺得我哋發牌咧，嗱，我唔識法律，我冇你哋咁高程度，但係咧，你應該係審慎去揀選一個係品行高啲嘅傳媒人。好，唔該曬你。我哋休息陣間先嚇，第四個環節翻嚟，我哋有最後一個現場的講話的。
好，現場嘅秩序咧就由紛亂咧轉到而家平靜一陣啦。咁我哋亦都係到咗咧呢個係總結嘅時間。究竟電視發牌裏邊係究竟對我哋今後嘅管治有啲咩影響？啊，西環嗰方面所謂啊游說與干預，大家有啲咩最終嘅評價？到咗結論嘅時候，邊位有興趣講先？我諗可以補充一點咧，就嗱俾大家參詳一下，喺1999年嘅10月28日。即係中國國務院咧第24次嘅常務會議決定咧，就賦予中聯辦係5項職能嘅嚇。我諗呢啲上中聯辦嘅網頁，大家可以查翻。不過咧，趁呢個機會話翻俾在座咁多位知咧，或者係家庭觀眾知咧，就係、是、第一樣咧就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同埋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呢樣冇關啦嚇。第二咧就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門管理在香港嘅中資機構，亦都冇關啦。第三樣咧就係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嘅交流與合作，聯繫香港各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嘅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嘅意見，似乎都冇乜關啦。第四樣咧就係處理有關涉台事務，都係冇關啦。最後一樣啦。呢、這個可圈可點啦，就係、是、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嘅其他事項。嗱，如果咧就睇佢5項職能咧，頭4項都似乎冇拉更嘅。咁啊，可能引申到啦，呢、這個係咪承辦緊中央人民政府交辦嘅其他事項咧？我想大家去思考一下。好，唔該曬，余優美。其實今次免費電視牌嘅事件咧。是由講話有冇電視睇，到程序公義，到而家咧，其實係講緊一國兩制嘅層面。因為你睇到而家嘅尤其是左報嘅評論嘅文章係好清晰。由當時嘅即係兩支管治部隊，到而家直情係明刀明槍，即係直情係講明嚇可以參與呢啲事咧係天經地義嘅。咁所以香港市民咧係的確係要擔憂嘅。另外我想回應即係頭先民建聯青年民建聯嘅周浩鼎，佢就話佢反對民建聯反對用特權法，但係咧佢就話不如去打官司啦咁。其實呢個咧就似啊梁振英講啦，即係佢就話我行會保密唔講俾你聽，但你打官司我就會披露。咁呢個完全係即係違反常識咯。點解你要逼人去打官司咧？係咪？同埋仲有唔好唔記得周浩鼎2012年咧，當佢未係做行政長官嘅時候咧，佢嗰陣時咧就話喂，你行會啊要披露啊，因為嗰陣時咧立法會係想查緊佢西九嘅。佢嗰陣時就猛喺度大聲嗌，即係要披露政府要披露啊，又話嗰啲政府消息人士究竟係咪政府啊咁。但係而家咧又係喎，佢一方面咧就要王維基保密喎，但另一方面啊日日睇報紙。都見到咩權威消息啊，又最即係嚇即係呢啲咁樣嘅官方喺度披露，所以呢啲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呢啲做法係唔妥嘅，想話俾周浩鼎民建聯聽。好，兩位邊位？周梁淑儀。其實咧，頭先咧就青年民建聯講嗰樣嘢咧，似乎佢忽略咗一樣嘢，就話當日咧喺立法會。投票嗰個特權法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個修正案喺度。個修正案係好明顯講咗咧，就話行會保密同埋商業秘密咧，我哋咧係唔好去查。其他嘅嘢仲有大把嘢係可以用特權法去查嘅。咁但係咧，建制派同埋民建聯都反對喎。咁你問題即係話，其實即係用親特權法就唔好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對立法會嚟講咧，係好難嚇完照單全收噶嘛。你明明係市民係賦予你嚇有呢個責任去問清楚啲嘢，你又唔用得你自己嘅特權法，咁我覺得呢個係唔妥嘅。但係講翻呢今次發牌咧，我覺得咧事實上係好令人心寒啊。尤其是如果頭先施永青嗰個分析係咁重嘅時候，即係真係咁嘅時候，特首咧就猛講啊冇政治考慮，冇政治考慮，唔通你話特首呃大話咩？嚇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但問題，如果係政治考慮嘅話，即係話王維基，我唔俾個牌你，你係將來可能咧係我冇辦法管得掂你嘅。好，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覺得。好多人驚咯。係，周浩鼎想回應，俾20秒你。
阿施工女，因為大家都提到我名㗎啦。頭先阿周梁淑儀講嗰樣嘢咧，你話仲有個議案係可以去睇邊啲係商業機密，或者邊啲係屬於行會文件，點解要反對呢？因為事實上而家所有嘢太複雜，佢牽涉裡面嘅所有嘅文件係好難分得清，究竟邊啲係屬於商業機密，邊啲係屬於唔係，所以太難啦。依、這個唔應該咁樣做，你寧願交俾法庭去做，就唔係咁容易去定義，會花好多時間嘅。好，阿施永青，係就。我咧就啱啱同啲商界朋友食完早餐，咁佢哋有啲咩反應咧？嗱，佢哋都贊成發埋牌俾黃維基嘅，但係佢哋而覺得而家事情咧已經發展到超越發牌問題㗎啦，係咪下下為呢件事要上綱上線，要同中央勢不兩立咧？咁商界咧就未曾去到呢個田地，啊，呢個係即係覺得香港而家嚟緊越嚟越分化，令到商界擔憂嘅地方。好，唔該曬。咁啊，下個星期咧就賽車咧就係盛景倫壇。